你好，导。今儿这事儿我跟你说清楚了啊，不是你不交了，是我们把你给炒了。走，回来，把这工资拿走。 这天底下的老师啊，走的是。谢谢您，江老师不让我拉琴了。南门口那位，想进来就进，别跟那儿鬼鬼祟祟的。哎呦，江老师，小同学，你来一下。你能把你的红帽子摘了吗？我瞅着别扭。哎哎。 我这，我不是个好老师吧？哎，好，您是好老师啊。好老师还让人家给炒了？我们就喜欢让您教。 刘小春，想跟我学，咱就得说的说的。第一，要拉，你就得好好给我拉；不好好拉，你别拉。第二，你得喜欢，拉着高兴才拉，是吧？不喜欢不高兴，咱不拉。再有，别想着你妈才拉，不想你妈就不拉。就这些，随便拉一什么，我听听。